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第一题在这里啊。当你对舞台的想法被制作团队否定的时候，来来来，找找找看。我看一下，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哎，这个其实小美的表情还不错。啊，脑破疼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就这个脑壳疼。这师傅啊，师傅让我静静，对，让我静静，这个好，没你看，这个好，对不对？师傅的这个好，师傅，因为这个真的会很符合我们的心情，对，对啊，因为没有他们办法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佳妮学一下，这个很简单呀。师傅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他是他 always 就是那个就是先坐着。宣布你的个人喜爱度排第一名的时候，哎，这个吧，这个吧，这个，我要对你一辈子啊！一辈子对你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如果我们的排名第一名就是网友票选的嘛，啊，或者现场观众票选的，所以我一辈子对你好。如果我们得第一了，我们就说我一辈子对你好。来，那我这个我们一起学一下嘛。没有。我要对你一辈子好啊！好像啊，我对你一辈子好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我要对你一辈子好。耶！